我们来参加。好，建中。建中。我来接机。民顺。啊，是来杀鸡的。啊，对，看个镜头了。已经到了，坐了那么久。不要关了。 太动态了，站点停停，站点停停，对吧？满星星，潘明石，潘明石到了，谢谢，满玉轩。 谢建中，谢建中，黎明正，钟和正，吴宽林，吴宽亮，王建新，王建新，王建新啊，不能挡天，王建新，王建新，廖振博，有，蔡根忠，吴志博，有。 蔡凯，对，好，谢谢。谢谢。庄丽华，哦，邱丽珍，哦，黄元恩，还有啊，许培伟，OK， 那就到了，啊，到齐了。就刚刚那个没有那个。第一个没有。那我家，我是从这边到当地，7点5的，我台湾11点5，今天听到10点5。 辛苦了，我这个大家呢已经有砥砺一小时了啊，肚子饿不饿？饿，怎么什么答案都有？<笑>哎，就是这样的啊，因为这次呢的确是可能是因为天气的原因，这两天的天气都不太好，你可以看到啊，我们是有多么多么的幸运。为什么这么说？先看看师傅的挡风玻璃，下雨了，下雨了。 如果我们在这个非晴过程当中下雨的话，如果雨势过大，或者是有一些什么云团啊之类的，那可能就是飞机没有办法怎么样按时降落。所以说呢，我们刚刚上大巴车坐好以后，哇，开始下雨，没关系，慢慢下就好了，对不对？他的靴，《红楼梦》里会有四大家族贾史王薛，哎，其中就有我的姓氏，所以我很自豪。 哎，那当然了，我会有名字嘛，不能整天就是哎薛那个什么，你过来，不是的哈。哎，对，啊，我叫喵喵，哎，直接叫我喵喵就可以了，真的，本名对，叫我喵喵就可以哈。所以说呢，接下来这几天呢，我都会跟大家在一起，因为你们去参访啊等等的，我会在门口等你们，哎，配合你们的工作时间。 怎么样？你们也要配合我的业余时间，把你们的业余时间全部都给我，好不好？好不好？
哎，当然了，晚上睡觉的时间我告诉您，您早上出门的时候啊，最好带上一把雨伞，然后带上一顶太阳帽。为什么呢？你说我有今天是有室外的一些活动，你带雨伞的话呢，如果有太阳遮太阳，有雨就遮雨。因为北京这边呢，它是没有办法说很准确的去预报的，因为我们经常是一些什么呀，对流雨一下。吃完早点才回去啊！吃完早点才回去啊！对啊，拍戏拍戏，我理解错了。哎，拍戏哈。吃完早点才回去。哎呀，你太厉害了！吃完早点才回去，那我就不陪你了，我先走了。哎，大概我们这边的商场都是在9:30到10:00。哎，你们可以去逛那边的啊。还有呢，就是男生，你说哎呀，哎，出来嘛，抽一点喝一点无所谓的哈。哎，说想要这个吃点东西去哪里呀、啊、我不告诉你还真找不到的。出门左转，然后顺着马路一直走，过红绿灯啊，顺着马路一直走，大概走上7-8分钟。哎，然后呢你会看到有几家这个羊肉串的串店，非常好吃，我去帮你们品尝过了。哎，所以说那边还不错。在那边呢，一会儿我们要去吃饭的时候呢，是在楼上的5楼，我们会在5楼吃饭。那现在我们去哪儿呢？我们要去逛街的时候，各位，您可以到楼上去逛，也可以去哪里逛呢？你可以去它的门口，看到没有？门外就是一条步行街，我们的王府井的步行街。一条步行街的两端尽头会有很多，比如说我们说的中华门的夜市。王府井的小吃街都是在这边的，你们也可以去看一下。来，各位，我先带你们到门口，告诉你们具体的位置在哪儿。全程呢，就是你这样步行过去，不会超过10分钟的，全部都是5分钟、7-8分钟的一个路程。好，OK 吗？好，我带你们过来看一下啊。没事，它是黄的。什么意思呢？中国古语里面石是多种多样各种各样的意思。石王府就是以前这个地方有很多的王府，那后来呢索性啊改名就叫做王府大街。那可是呢在改革开放以后呢，这个地方的王府大街再去就是拓宽啊改造的时候呢，什么都没有了，王府每一座都不存在了。但是挖出了一口井，在哪呢？看到没有，王府井有一个钟表城，钟表城的下面就有一口井，王府井就在那儿，真的是有一口井来的。前面大概10米的样子就有一个牌坊，王府井小吃街，那个地方就是王府井的小吃街。所以整个王府井呢是有2条小吃街的，我会建议你们呢去那边逛一逛，因为它除了有小吃可以逛，里面还会有小东西小玩意儿，哎，也是可以去看一看逛一逛的。当然了，各位，小东西小玩意儿在这儿买不算，我建议你去商场里面买一些打折的下酒的那些东西比较合适。为什么？小东西小玩意儿，各位，我表示给你。小东点的时候，上面那个表会唱《东方红》。记者目前所在的位置是王府井街。现在旁边的你们可以去自己来逛一逛。哎，按照我说的，想要去哪里逛，就去哪里。北京街。对。到这边的话，你们的高档皮鞋不要在这边买，布鞋你们可以去试一下。王府井大街的野地皮在国际水地皮。没有嘞，我在播着。
是年前的小海鲜，我们卖的是一种宽软的海鲜。你干嘛？你为什么买这个肉？对啊，就秀那个 logo， 然后后面的标啊。搬出来是吗？是的，是的，是的，是的。三百几块啦，都五千一斤，一天1300-1399，然后五天就1500，还有千五千的。对，我刚才正经的，是在这边进来打的简讯。对，就是他简讯，因为我来这边的话，他就说遇到你在国外，他就请那个发通讯跟你说，现在的地区是要办有的，对，然后他跟我说要申请这个办有的话，有很多优惠的，能直接都线上申请的，没事，直接线上申请的。对，直到10:30，哎，所以说呢，各位就是要出门的话呢，就要趁早，而且呢，我们接下来的几天都是如此，大家呢不要单独活动。跟樱桃，在台湾如果你们要想采樱桃，就到他那边。哦，他高雄有家，台北有家，那个美容。高雄的旗山。高雄旗山在佛光山旁边，可以就，樱桃种在那个地方。如果你们到了佛光山，就可以在那边采樱桃。具有原始地貌特点的长城，才是我们要去爬的。而且呢，是左右两边都会有。各位要是听我的，就往右边爬，不往左边爬。为什么？往左边是下山的，因为我带你们去的，不是从山底开始往上爬，而是把你们带到半山腰。为什么？我本来这一天的时间就有限，你说我在爬了半天的山，一共2个小时在那边玩，我爬1.5个小时的山，只有半个小时在长城上，太浪费了。所以说，如果我带您去的话呢，车子开到半山腰那边会有一个小平台，大概能放个30辆车吧，哎，那样一个小平台。然后到那儿以后呢，各位往上面去爬，以你们的体力，以我的经验，我去掐指一算，你们能够爬到3个烽火台，那就非常厉害了，对不对？哎，而且呢，各位啊，到那边的话，爬就是爬那一段，哎，去登长城没什么意思，所以说呢，我带你们去万里长城、故宫。哪次有时间来的话，我再带你们去，选在一个不热的时候来，下雪的时候来。哎，对，让你们看一看什么叫冬天里的粽子，哎，一层包一层的。我看到最夸张的哈，从台湾过来的朋友，他穿了2件羽绒衣，里边还穿了若干件的卫生衣，啊，真的就是这样走，每天这样走。哎，为什么呢？衣服太厚，这个手啊想要揣到口袋里就揣不进来了，太厚了，就是这样走。哎，真的是啊，但是冬天很好玩，故宫里边呢人又少，而且我们还听过一句话叫做深宫幽怨多。哎，尤其下午时分去到故宫的时候，再配上那个西北风呜那种声音，哇，特别有感觉。哎，所以说呢，冬天的时候啊来这边真的是，为什么呢？天气好，下过雪，夕阳西下，那个余晖映在雪上，去拍一拍故宫，很美。对，
去看一看，转一转啊。因为再往后面的话，只有最后的一天，最后一天我是不可以去长城的，因为什么？最后一天我去长城的话来不及，如果路上一个塞车，我回不来，我们要赶飞机的。所以说呢，那一天呢，我们是从这边直接去鸟巢来观看嘛。那当然了，到时候呢，我也会让大家来看一看，看看能不能再去到其他地方。上海不一样，有赖打的，有赖打的还好，因为会有安检，他会没收赖。另外哈，另外哈，大家没啦，我要领金的。另外不一样，明天哦，明天我会有验收你验收。所以，假如说你们有个人哈，对设备要比较清楚的话，明天我们十点钟呢，会到收你的公司，一起到收你。然后这边，这边问题，那今天先跟你讲说要看什么东西啊？现在很多区域都没有开放，所以呢避免大家走丢，所以一会儿参观的时候请大家一定要跟紧我们的队伍。我们往前来一点，前面来车了，大家中间呢我们也会安排去洗手间的时间。再一个就是楼里头啊，它是全封闭的一个楼，所以呢全楼是禁烟的，所以希望各位支持我们的工作。都拿到宣传册了吗？有了，谢谢。拿到了是吗？好，那咱们边走边说，来这边。请拍照，其实一样。这整个园区吧，它是由四个部分组成的，可以作为电视媒体的一个外景和拍摄地。第三个地方呢，就是您现在路过的左手边这个建筑，它是电视文化中心，里头有五星级的酒店，有电视剧场，还有。
总高度呢是234米，地下有三层，有车库，有一些设备的设备库，包括还会有地铁站可以通到地铁。一会儿。哦，对，好啊。哦，很好奇。来，各位请随我往这边看，这边请，谢谢。咱们看啊，这边有个滚梯，这个滚梯呢，它是可以通到地铁站的10号线金台西上站。但是目前呢，它还没有开放，开放以后就非常方便了。大家从这边往下看，可以看到地下三层。我们如果星星上图都是，它们都是相呼应的，都是代表一个像素点的一个寓意。这边请。屋顶花园，顾名思义，它是建在屋顶之上的一个小花园。它的下面有四层，三层是地下，还有一层就是咱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大堂了。上面铺了一些绿植，也是我们工作人员平时休闲散步的一个好去处。这个花园的下面呢有餐厅。大家左手边是楼里头最大的一个餐厅，然后前面有10个演播室，再往前面就是健身房、医务室、淋浴室、羽毛球场，再往前就有广告中心的办公区域。然后咱们从这儿往上看，可以看到主楼的外形非常的独特。这两个塔楼呢是在10层往上开始才分的塔楼，然后两个塔楼是双向内倾斜6度的，倾斜六度在100站在这儿的感觉。对对对，37层，一会儿我们就会去。大家如果想拍合影的话，可以就在这儿，以这个主楼为背景，在这儿拍合影。好，来，我们慢慢拍，来，没问题吧？啊，就到后面。还有，还有，看看大概。找你呢。拿走。没事没事。看塔壮观。对。离得太近了，反而是不着全景，太近了。但是从这儿看比在外面看也觉得好一点。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演播室呢，目前是体育频道在使用一个混合制作导，像导播间、演播室、后期制作，包括我们刚进来的配音间，它都是在同一个空间里头的。这个演播室主要是承担每天体育频道的舞蹈新闻，舞蹈体育新闻每天是在这儿直播。这个演播室它一个特点呢，就是它的背景可以270度的使用，可以以导播间为背景，以体育新闻为背景，以这边的后期的制作为背景，270度的这样来使用。三个透明的观景窗呢，就可以看到我们刚刚去的屋顶花园了。来，各位里面请啊！我们前面呢会非常的开阔，视野非常开阔，比这边的视野要好得多，是吧？还记得啊？咱们就是在那儿。这里距离地面的高度是163米。中间这个梁实际上是不起承重作用的。采访明天下去吗？是，还得盯这个。不像蹲吗？快点的，快点拍，快点拍，快点拍。看过来这。蹲的，蹲的。就是合拢点，最尖的这个地方，就是我们在外面看这个建筑最
尖的一个地方，也就是这个建筑它的技术含量最高的地方。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宣传册，宣传册上面第一页群楼部分，这个建筑的群楼部分是从往上呢就分一号塔楼和二号塔楼了。我们刚刚是在一号塔楼，然后从这到了七层，然后这样过来，一会儿我们的路线就是这个样子，等于转了一个环形的一个路线。我们今天是这样，对，我们现在就是在这个地方悬挑的第一层，我们现在脚下都是悬空的，这个脚呢就是计算的，特别值得纪念的一个地方。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任何一个建筑的一个先例让我们去遵循这样一个技术，所以说也是为建筑史上所创造了一个奇迹，也做出了一份贡献吧。中国古代盛酒的器皿尖的一个形状，528米，108层，是将来北京最高的楼。大家的右手边往前看，那栋国贸37330米是目前北京最高的楼，但是中关村建成之后将要比它还要高200米。各位这边请。的办公区域，未来在这儿工作的都是新闻工作者。整个一号塔楼呢，就是除了新闻工作者以外，其他的综合频道的办公区域。你先暂停，已经进驻了吗？没有，新闻还没有办，但是预计是在今年，今年年底前的完成。一个大概的时间。三楼电梯的都可以坐，我们现在非常的强烈。等于是外面向里面倾斜了6度，然后中间核心孔又倾斜了6度，他们俩就合拢了。大家的右手边呢，大家往后面墙外面看，右手边我现在路过的是您从二号塔楼下来的，那个塔楼里面有16个演播室，全部都是新闻中心他们使用的，剩下的17个演播室是在这个区域。这个区域呢，主要就是承担一些综艺类的呀、专题类的这些节目的录制。我们现在路过的呢，大家右手边的非常漂亮的中国红的藏品，一定要去导览区解说了。那一定要选货。啊，火条。那是真的还是假的？假的吧。你看到下面你手能碰到的，那是真的。上面您够不着的，那就是假的，仿真的。真真假假，真真假假，真真。真假结合。你也进去吗？好，我在录音。好，你扫一下，扫一下。这个高兴。非常好。好。好。好，大家要带下东西啊。行，那咱们今天参观活动到这基本就结束了，谢谢大家一路上给我们的工作支持，谢谢大家的努力。我送大家，不客气不客气。怎么称呼您啊？我姓陶，叫我小陶就行了。对。要抽烟，要什么？要啤酒，要可乐啊、哦，自备哦，拍谁啊？自备啊、哦！好，坐好，可以开始要拍拍。一一 L L L P。哎，我来跟你说，哪天做？我来呀，你看麦，我来肯定的。A P 了吗 ？S 9801。到几雷啦？密码？这个不是吗？6435。对不是64359801啊啊我连不到第五吗我都要分享出来啊哎呀分享了不过啊我找一张我找一张我买个挂满个灾啊！我可以，你可以演第三次。没有啊，你还在演三次？对了。
电波这个快啊！电波见到。这灯可以答案吗？答案。哪里啊？那你拿那个，我再拿。
你们会写张名片，我会把资料给你们。那个。而且它唯一的那个
只有在要拍 Full HD 的情况之下，只有到 240p 大概是八倍的慢动作。但是如果说你今天要求非常所谓的高速录影的部分，在 960p 的话，基本上它的画质就会牺牲掉，它就会相当于只有大概 720p 的接近度左右这样。它本来是一百，最后也高到960档，不同的方面是 F5 跟 F55 是纯走所谓的高，都是所谓的纯电影跟高阶戏剧的拍摄的一些机器。哦，它这台 F5 就价格不高，可能比 FN700 稍微高一点，但是它没有拍摄的。的设备是跟电影机是完全相同的，好，而且它的感光元件是 4K 的感光元件，是比 FN700 还要再高阶的感光元件。所以这个部分的话，你到时候拍摄电影，或者是降下来拍摄 2K 啊，它的感光度是相当好的。因为电影强调的就是它跟底片的感光度要相同，所以我们才能把它叫做类似电影的镜头。包括 F5 跟 F5 出来 ，F5 本身机身就可以录 4K 的档案，好，然后 F5 的话，本身的话。它要外接一个录影装置，跟 FN700 一样，外接一个录影装置就可以录 4K 的档案。好，本身的话，如果不接外接录影装置，本身就是录 2K 的档案。好，这个部分的话，而且它有录影一个新的格式，跟传统你们 HD 用的录影格式可能会不同，因为它要录更高阶的档案的资料。好，所以这个东西是没挂。在辅助的系列的时候，我们也有推出所谓的相机的镜头。好，这个都镜头都是所谓的那种电影的镜头，这种镜头都是所谓的 PL mount， 不是所谓传统 ENG 的 mount。这种 PL mount 的话，它是传给所有的电影类的设备使用，而且它都是定焦镜。好，定焦镜是没办法做 zoom 的。好，所以这跟 video 操作是非常的不同。像这边本身的话，是搭配一颗135mm 的定焦镜。好，就是说是只能调制它的焦距，那个 focus 而已，那个 zoom 是没办法调的。好，就是 zoom 固定135mm。所以这样子一组的 kit 的镜啊，好，我们Sony也这样做贩卖，然后让一些读者可以很比较方便的，不用去买那些比较贵的那种 PL 镜，因为很多的电影的镜头一颗大概都要一两百万以上，对。它另外一个就是它有两个资料库，一个
customers, and we also, of course, have four upstream tiers for HME, so I can add all kinds of overlays.雄关雄伟的意思，对，它的这个地方啊，这个长城啊，景色特别的漂亮。那还有呢，就是说它这个地势比较险要，是一个咽喉要塞。北京在地图上就是中国这一只大雄鸡的咽喉部分。那整个我们说的就是军官这个位置呢，正好是北京通向张家口、通向山西的必经之地。为什么北京会有八达岭这个名字啊？四通八达，这是一个要道。哎，我第一步，它的胎心是用铜来做的，用紫铜做的，就是铜不怕摔，也不怕烧，你除非达到一定的熔点，它才会融化，对不对？所以说呢，这个铜来做胎心，这是一点。还有它的外表那些颜色都是地壳褶皱形成的，所以说这个山呢是突然间就起来的。所以说我们长城为什么会那么陡，你看到没有，小山都不高，但它这个陡峭程度比较厉害啊，它都是直上直下的。那各位呢，一会儿爬长城的时候啊，千万千万注意安全，闭上，就是因为北方的山太陡峭了，所以就让直直的，你看到没有，就上去了。它是这个陡峭程度怎么样啊？比较高的啊，那边，对，你就一直顺着我手指的方向看到长城了。我指的这一侧是你们要去爬的那一侧。对。所以说到那边以后呢，各位啊，来爬一爬，感受感受一下当年秦始皇统一六国、统一全中国的感觉啊。你也到上面去过一把瘾，看看当年的这个统一到全国以后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啊。那还有呢，就是长城左右两侧的墙体是不一样的，一侧呢是矮矮的，看到，先来看一下啊，军庸叠翠这块，这四个字是乾隆来提的。每当到春天夏天的时候，军官这边的山上啊，层层野花，层层的这个绿色叠加起来非常漂亮，叫做居庸叠翠。北京非常有名的燕京八景之一就是在这儿了啊。来，各位看到啊，下面会有几个停车场，我们不在这边停，我们还会继续往上面走，半山腰的这一个停车场才是我们最终的停车场。所以说呢，各位原路上原路返回啊，现在可以看到了吗？万里长城，一定一定要注意安全啊。为什么呀？陡峭程度，一会儿您一上去，不用我再过多的去描述它，您就能了解了啊。所以说呢，一定一定要注意安全。这一段的这个居庸关长城，这儿看得比较清楚，你看到没有？就直接就上去了。真正的文物，所有的官兵进出的关卡，指的就是这一道。从它的下面进出，上面呢会有什么呀？我们说的那个陀罗尼经咒，整个它那个门洞的里面，劝洞里面全部都刻满了陀罗尼经咒，干嘛呀？是保佑的意思。那各位呢，到这儿以后要开始干嘛呀？摩拳擦掌，准备登长城做好汉了啊！下面这一个呀，这一片不用爬山，所以说呢，我们没有那么的辛苦啊。来，各位，咱们约个时间吧，两个小时。11点。国家重点森林保护的那个，就是1200多户的那个，飞机的机会啊，抽烟机会啊，一千块。那这个呢，是我们是在长城这边啊。那一会儿呢？不用爬山吧？这地方就不用爬了。下面已经上来了，洗手间。上完洗手间的左侧有一个小路，可以直接登上长城，就是那个烽火台。所以说呢，你说我没有去洗手间。Come on.
吃饭是成问题的，你们只能去友谊商店去买东西去吃饭。所以现在北京呢还有秀水街旁边有一家，这边还有一家。哎，的太和殿，这是内部的样子，故宫太和殿内部的样子，中间是龙椅，两边看到没有？哎，太平巷、香炉、仙客，这些都是香炉，来做一个点心来用的。那这个呢，就是故宫太和殿的模样，因为我们没有去嘛。昨天你们去了，有没有看到这个？没开。太和殿是没开的，而且这个栏杆是在台阶那个位置就已经拦起来了，对不对？哎，根本就上不去的啊。来，这边先来看一下。这一步，这个呢是我们说他在这个制作完成之前的第一步开始做的，这一步呢叫做掐丝，哎，叫做掐丝。那我会把整个这个制作过程呢，它里面会有一些东西的展出嘛，我们可以来看，也可以来拍照。但是各位有一个要求，关掉闪光灯，因为它都是人的手工在制作。那师傅正在制作，你的闪光灯对它是有一个影响。它的胎底，那这一步呢叫做为制胎。那制胎完毕之后要怎样呢？在上面呢开始画那些花纹。画好花纹以后怎么办呢？就把铜丝按照花纹的样子弯成它需要的形状，然后呢再给它用这个胶粘上去。那说这个铜丝有多宽有多厚呢？它的厚度大概是在0.1到0.2毫米，它的这个宽度呢大概是2到3毫米，所以说特别的细小。那你说这么细小的这个铜丝怎么用手拿起来呀？用手是不可以的，要用镊子。所以说呢，手工艺品当中只有它是不能够用机械加工的，就是因为它的每一步都需要用这个小铜丝用手一点点的粘上去。所以在粘的过程当中呢，就需要用到镊子，还有一种胶，它叫做白纸，也是中药的一种。这个白纸如果你去熬药的话，它是有粘稠性的，可是如果用在这边呢，它可以作为铜的焊接点。哎呦，粘得住吗？啊不，你要去烧制啊，经过加温的时候，它可以作为焊接的粘合剂，哎，让它能够把这个铜丝粘到上面不会掉。所以说呢，要蘸上这个胶来进行这样的一个制作。那这一步呢，是制铜的要求，把已经掐好的小铜丝，然后用镊子夹起来，一个个去粘。因为用手，你看这么细小，这是一根，我可以拿起来，但是它很软。如果是特别小的一点点怎么办？我只能用手这样给它粘起来，但是你想要去给它粘上去是不太可能了，对不对？所以说呢，这就是我们说的这一步叫做掐丝。掐丝完毕以后呢，中间铜丝中间会有缝隙，缝隙当中需要填上天然的石硝粉。石硝粉呢，实际上就是我们说硝石矿石的一种。它里边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种颜色？是因为里边含有微量元素的不同。比如说它含铜，是什么颜色呈现出来？点到缝隙当中，有水有粉末，然后呢用棉布把水吸走，粉末留在里面。整个这个瓶子全部点完了之后，这一步叫做点蓝。点蓝之后干嘛呢？拿去烧制。烧制的炉温要求是800到1000，太高了不行，它融化了；太低了也不行，它还没有完全的融进，不能够平铺开来。所以说呢，是800到1000的炉温去烧制，烧制完了以后拿回来，再继续再来点。为什么？因为你第一次点完之后呢，它不可能整个平铺的，它一定是怎么样啊？烧制以后空气跑出来，然后它就会塌陷下去。所以说呢，反复的去点去烧，经过3到4次以后，表面就会有点凹凸不平了。为什么？
这个地方点的厚一点，哎，这个就是留的那个粉末多一点，然后上出来以后这边就厚一点，它这边少一点它就凹进去一点。所以说呢，三到四次以后表面大概是平的，但它还会有一些凹凸感。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就拿去打磨。去磨的时候呢，也需要用到特殊的东西去磨，它用这些稍微粗一点的颗粒的这个石头去磨。磨完之后呢，还要用一种东西，就是木炭去磨，因为木炭会把它表面的光泽给它打磨出来。那你说磨完之后呢，这个除了石小粉的光泽出来了，铜丝的光泽也出来了。那刚才我们看到啊，很多这个铜怎么样啊，颜色都不一样了。为什么？铜容易氧化，怎么办？哎，里边呢要镀上内层的，就是我们说的那个胎釉。那外面怎么办呢？外面要镀上一层18K 的金才可以。所以说呢，最后它的成品上面所有的这个铜丝部分都是要镀金的。那在这边的话呢，各位是没有镀金这一步。为什么？这一步是不对外开放的。还有就是我们说的那个就是熬胶的过程也是不对外开放的啊。所以说各位，它是完全 copy 的中国的这个景泰蓝，可是它 copy 的不像。为什么？它有一个制胶的过程没有就是学到，还有呢就是它的这个牢固程度，因为制胶没有学到嘛，牢固的一个香炉来做的，它是有版权有申请专利的。为什么？如果你没有去申请的话，私自做出来这个叫什么呀？叫做赝品。哎，那现在叫什么呀？现在叫做复制品，是不一样的。赝品是违法的，但是复制品是合法的。所以说呢，那就是这样的。你有国家有去申请，那我是要复制，要求复制，我是专门做这个工艺这个传承的。所以说呢，它叫做复制品，可以存在。这样砸招牌。对，就是砸招牌不卖的。因为现在北京啊，就是国家在扶持的这个手工业呢，就这一边了。北京这么大一个场地啊，你想一会儿你往里面就知道这个有多大了。打一个场地在北京市区内进行打磨，哎，打磨完以后呢，最后的时候会用到木炭来打磨，因为这样呢，它的表面就会怎么样啊？把那些哎，我们的光泽度啊，都给它磨出来。那现在正在进行粗糙的一个打磨，所以它里面都有那个填那个釉，都把它填好了。嗯，釉。真的是可以泡茶的，对，哎，所以说呢，这个一会儿我们到里边用它来喝茶，会有点小。意大利的那个曲诺压缩的咖啡就这么点，就这么大一点点，对对对，很浓的，汁是扭在一起的，对不对？这是一种做法啊，还有另外的一种呢，就像我们说这样的，它是平滑的。哎，它会有两种这样的做法的啊。那当然了，景泰蓝呢，它最早的时候呢，皇家御用品嘛，老百姓呢是不可能见到的。那后期的时候呢，我们把这个工艺恢复以后呢，老百姓可以见到了。尤其我们都知道啊，来看一看，转个头来看，看看这个上边，北京市市长刘奇向我们的连爷爷，还有连爷爷，连爷爷有，连爷爷来了。来过这边赠送他是什么？哎，当时我们送给连战的也是这样的一个九龙壁，只不过是稍微的小一点点。哎，这是比较大的那个了啊、哦。也是这边来进行制作的。为什么呢？九龙壁是北京一个非常具有特色的一样东西，因为只有在皇帝家才可以用到，这是一点。还有呢，就是整个全中国、全世界只有三面九龙壁，可是只有一面是双面带龙的，看到没有？两面都有龙，只有在北京，哎，才会有一个双面带龙的九龙大壁。你发现啊，这么大一瓶才700块钱，可以画到700块钱。一个工人去做这样一个瓶叫多少？它的价值何在？所以说呢，这就是我们说啊，为什么现在我们的手工反而就是虽然是很难得，但是反而是越来越价钱也会有一些很多现代的。为什么我放在哪儿呀？现在人的家居啊，比如说我放在墙壁啊，或者是我办公室的墙壁啊，都会有很多这样一些装置的东西，装饰的画面啊。所以说呢，这个是我们非常好的一个首选。当然了，这个新工艺制作过程我们不会看到，为什么？因为它的后面是木板，前面进行制作。阿弥陀佛。哎，所以说这个工艺是比较难得的，而且它会有两种质感，一种是我们说的就像水晶的这个晶，叫铂金化啊，像水晶一样的这个表面，还有一种呢是磨砂质感的。哎，那可以。喝酒的剑不在这儿。拿一个核桃一雪碧来，拿一个核桃一雪碧来，好不好？可以。拿一个核桃一雪碧。好，那面包一罐啊，一罐啤酒。啊，一罐。一罐，都有。五罐，总之有一个全民啤酒。
会告诉我们发生在什么样的历史条件、历史背景之下的故事。那当然了，这明朝的十几位皇帝可能有的也有您不了解的，没关系，他会把当朝最有名的事件告诉给您。所以说呢，在这边各位哈，一会儿看的时候呢，哎，您自己去看一个你觉得 OK 的角度去拍这个照片。那里边呢，因为人比较多，那再有呢，蜡像馆啊，它主要的灯光区域呢是在蜡像这一边，所以说呢，我们行走的地方可能会稍稍的有一点点暗，那各位一定要注意脚下啊，它有上台阶，有下台阶，因为要这个和背景啊相对应嘛，能够匹配得上。现在啊，基本上是来这边去，陵墓的就是比较少。服装都是完全免费穿的，没有其他任何费用。他说：“李龙啊，李龙，你快回家看看去吧。”有一位陌生的男子正在调戏你的妹妹呢。李龙听这还得了，急忙带路牙以来装。崇祯皇帝得知这大明江山气数已尽，便只能在太监王承恩的搀扶下逃到这眉山的守皇亭，在这棵歪脖树下呢上吊自尽了。明朝276年的历史就随着崇祯皇帝饮恨眉山而画上了句号。来，给他回去给你安装。哈哈哈哈哈哈！这个店长。这就是一个习惯问题了啊，所以说呢，各位到这边的话呢，你说我们也吃一个瓜子牙回去吧，你们现在没有那个功力了，为什么？哎，让你嗑瓜子，让你一个个自己这样去嗑，自己这样去包的话，你不再吃了。恭王府里边有三绝和一宝，什么叫做绝呢？是绝无仅有的意思。哎，恭王府里边有很多东西啊，是目前呢的确是已经绝迹了，哎，所以说呢，它敢叫做为三绝。那一宝呢，这个宝不是宝贝，而是国宝，哎，是一个字。角度就这样啊。对啊，你要这样讲话。嗯，换台，你去讲。就这么快就换啦、啊、换台，这样一直跳槽不行。以后啊，那当然了，胡同里边呢，就像我们说这些地方的语言，他会说劳驾劳驾等等的，这些都是一些典型的地方语言。什么意思啊？让一让，让一让啊。还有呢，就是因为啊，我们的三轮车是要钻胡同的，哎，不能够叫做走街串巷啊，它叫做钻胡同。为什么呀？那胡同啊，最宽的和最窄的差很多。好，是要这样子哦。是这样。不带这么玩的啊、oh. 这个有点太专业了。对对对，哎，所以说呢，一会儿到这个恭王府的时候呢，我们相信啊，把这些大家伙都带上，他们没有人敢蹭听。还
呦喂，你看看这太有感觉了。三个想要这样子。干嘛、啊？所以说呢，这个各位啊，我们一会儿就是到恭王府以后呢，会有这种现象，那怎么办呢？保证在三圈以内是我们的人啊。你们太爱玩了，这个也拿来玩嘛。真的是啊，一会儿到恭王府的话，你把这个家伙带下去，我相信没有人敢蹭听这个天安门的胡同。那当然了，各位现在呢，收拾准备一下，我们已经到达我们的胡同，然后到达恭王府什刹海区域了啊。往前的话呢，大家呀、就朝你们窗外这右手边去看，能够看得到我们什刹海酒吧街，荷花市场这一半。来，各位收拾东西，我们准备下车。来，醒醒啦！来，醒醒啦，醒醒啦！来，各位醒醒啦！醒醒啦！晃他们一下。来来来，看到没有？荷花市场的这个岸边这一侧也是我们说的酒吧街，看到没有？这是荷花市场的这段酒吧街，因为整个酒吧街啊分两段，一段在河的这一岸，另外一段在河的另的对岸。那好，来各位，我们拿好东西啊，一会儿车子停好，我们就准备下车。从这儿下吗？下。啊。现在在路上还 OK 的啊，来看一看这个地方，叫做郭沫若故居。那郭沫若是谁呢？我告诉您是谁，故宫博物院的第一任院长叫做郭沫若。所以说呢，这个是他晚年的居所。这个地方最原始的时候呢，它是和珅家养马的马圈，这个也是属于和珅家的和服范围之内。可是现在各位您可以看一下啊，我们进入胡同就是他们家的范围，可是一会儿你再往前面走，走到他们家大门口，那可是需要一段时间的。为什么呀？宅子比较大。为什么会有这么大一宅子呢？当年呢，皇帝啊想要赐给和珅一块地方，怎么说的呢？说爱卿啊，朕就赐你一指之地好了。这个时候啊，和珅特别聪明，怎么办呢？拿了一张地图。皇帝啊，您说哪一指啊？皇帝说就这个地方。这样一指，一指之地，在地图上的一指之地，可是很大的面积啊，所以说呢，会有当年皇帝赐给他一指之地，形成了现在我们看到了恭亲王府它的面积和范围啊。那这个呢，是我们说的郭沫若故居。来，各位先跟着我，我们去坐三轮车，然后呢，我们再去到恭亲王府，好不好？来，来，你在这儿，你们两个很像哎，听着学妹的，早生贵子。对，你给我拍一下，看，外公，你跟美女跟着画画，来，跟着画画，中间的画，啊，你们两个吧，情侣吧，好，你想情侣，你要坐在后面，坐前面，坐，他一个说，他一个，他上马了，完蛋了，他一个，他上马了，他一个说，一个说，想吐，赶紧报仇，完蛋了，完蛋，手没有，手不见了，来，没看到，没看到，没看到，我这大脸可以了。上来了是吧？来，就进入胡同了。胡同了啊！胡同。我真该来这吼了。叫老弟嘛。叫老弟叫这个靠顶头。哦，武警嘞，你看，知道吧？你看，金币嘞。
呢，我来给他给他搞浆嘛。啊、哦。这边。不叫八十折一百，我这他哪里小姐姐多啊？男的什么都有，什么都有。六七点钟都有。嗯，对，这边。啊，是。我去大哥协助。快点呢，快点啊！来去。从古建村里面。靠这个发光棺材。也有门，和刚才是一样的，因为呢，在外面你看不到有任何什么狮子啊这些东西，狮子只有皇亲国戚才可以摆放，所以说这是其中的一个月制的地方啊。来，看完以后，我们来这边欣赏几下。可以开低调，它是在这边清朝的狮子吗？对，南宫的，对，它是现在的狮子。现在上来以后呢，看到的是什么呀？这个呀，就是我们说的老百姓俗说的叫什么呀？就是一个摊方便。Are you serious?
来，各位啊，我们到这边呢，可以看到这个门墩啊，方的代表就是什么呀？文官，象征他的脚章。方的。哎，如果是圆的话呢？这是圆的。哎，如果是圆的，代表什么呀？是武官。对，象征是上古，所以有方有圆的啊。来，各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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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我们二十二位，来跟着我来这边。那刚才呢，我们有在里面看到一下什么叫做门当户对。那现在呢，我们站在这儿看就是什么呀？刚才我们走过这个两个门的中间会有一个小小的高台，有没有看到？是的。这个实际上也是身份的一种象征，因为只有在故宫里面，皇帝走的才是高台。您去过，您记不记得？皇帝那个大殿修在哪儿啊？三层三壁之上。能够修在这个平台之上的，代表一定的身份。所以说呢，和珅也是效仿皇帝，怎么样啊？我也修小平台，没有像皇帝那么高，没有一点点一个身份的象征。但是呢，如果他作为一个王爷府，一点也不超出规格。可是您不要忘了，当年的和珅是什么呀？宰相，他不叫做王爷，他不是皇亲国戚，所以说他属于烈士的一部分。和珅呢，当时是二十二层罪状被打入天牢，最后呢是以什么样一个方法来结束的呀？白绫。对，如果按照当时的律法来讲呢，他要凌迟处死。什么叫做凌迟呢？千刀万剐。这个刑罚分三天三夜，每天割300多刀，1000刀，最后这个人是血流尽而亡，这叫做千刀万剐。可是呢，因为他的儿子和皇帝的女儿结婚成为姻亲，如果咱们按照当时来讲呢，他要诛九族，皇帝也是其中一族，没有办法，怎么办呢？就以女人的方式给他三尺白绫上吊而亡。所以说呢，当时和珅的这个九族全部都有保留下来，只有他一个人是有受到提刑。哎，那这个呢，就是我们说当时的这个和珅的一个下场啊。可是现在说实话啊，咱们整个这个恭王府呢，已经是做过一些大的变动了。为什么？历经几个朝代，有好几个皇帝啊，从这个乾隆一直到后面的这个嘉庆啊、咸丰啊、道光啊、光绪等等几个朝代，所以说呢，整个这个王府有做过或多或少的一些改变了，但是它的大概样子有保留下来。那这个呢，就是我们说这一座恭亲王府啊。还有呢，现在咱们在前边的这半部分呢，大家可以看到它的维修的痕迹特别的浓重，是因为是在2006-2007年的时候，他那个时候还是作为学校刚刚有腾退出来，所以说呢，他有很多一些学校的痕迹留下来。可是，一会儿呢，再去到后花园的时候，你会发现完全保留了当年的那一种痕迹。所以说呢，皇帝有我有，皇帝没有我也有，这句话能够得到一个很好的体现啊。现代的东西了啊！来，我们二十二位进来以后来这里啊。靠近你坐边。哎，来这边的话呢，你可以看到啊，刚才呀，我们进的这个地方呢叫做银銮殿，皇帝的宝座呢那个摆放的地方叫做金銮殿、金銮宝殿。可是这个地方叫做银銮殿，你说是不是超出规格了呀？我告诉您，王爷府的正殿叫做银銮殿，这是历史上的规定，这个一点都不超出规格的，没有任何的错误。可是呢，这个大殿呢，说实话啊，因为是经过几个朝代的更改，作为银銮殿的名字保留下来，一点错误没有。因为这是在前面的这个前，就是他居住生活的部分。一会儿呢，再往后面走的话，你会发现后面的建筑和前面的建筑好像有一个反差，会有一个反差。为什么啊？首先来看一看这些老照片，它都是以前各个王爷府留下来的啊。但是呢，现在说实话，这些老照片真的就是算为历史资料了。想要再去看到这个地方，可能比较难，因为呢，就连我们现在看到的恭王府，也是经过很多次朝代的更迭改变以后才留下来的。所以说呢，会有一些或多或少的一些更改啊。但是这么多的王爷府当中，你会发现啊，这么多的王爷府当中，只有是什么呀？恭王府现在算是比较完整的保留下来了。那其他这些地方呢，因为一些年代的原因有破坏掉啊。所以说呢，既然这是唯一开放的王府，我们会做一个更加详尽的一个就是保护它。为什么这么说呢？还记不记得我们把皇帝叫作为什么？上朝的时候高呼万岁万岁万万岁。因为当年的和珅和大人呢，有在这个宅子住过，所以他说了，我要万岁没有用，我们家也不叫做什么万岁园呐，什么都不要，要什么？不要万福。
哎，所以说和林的花园呢又叫做福园，又叫做万福园。为什么这么说呢？这个福有很多地方可以来，其中最后的一个福是哪个呀？我跟你们讲过的那一个山洞里的一个什么一个字还记不记得？那个字是什么字？是一个福气的福字。所以说他们家就作为万福园，因为除了这个福字之外，整个和珅的花园里面运用到最多的装饰物就是蝙蝠。蝙蝠的蝠和我们说福气的福是同音，哎，所以说叫做万福园。那当然了，万福园光说没看到，现在往后面走，那你去看一看真正的万福园哈。来这边来走，来这边走，行行行，对行对行，东大一行各位啊，到这儿以后呢，你会看到这是整个这个王府里边呢最后的一个大宅子。那这个大宅子呢，也是我们说，王爷和他的这个大老婆，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大福晋，他们可以住的地方。因为王爷的老婆必须要叫做福晋，这也是清朝的一个规定规制啊。所以说呢，这就是我们说王爷和大福晋住的地方是在这儿的。那你说他有众多的小老婆怎么办呢？两侧跟皇帝是一样的啊，正中间的这个三个宫殿是皇后来住，两边那些什么呀，六院呐、七十二嫔妃啊，都是住在什么呀，侧边的。所以说呢，这个位置也是我们说啊，当时的大福晋和王爷来住，两边都是一些什么呀，其他的侧福晋来住的。那因为呢，这个地方之前是学校，所以说呢，它里边的藤退啊，退得特别干净。什么意思？大明星。哎，那个大腕儿，那当然了，这个电视剧是唯一一个在故宫，还有就是在北京的这个，就是孔庙，就是我们说的那个国子监去拍摄的。为什么不再让拍了？因为他们在拍摄过程当中，对于整个大殿内部进行了一定的损坏，钉钉子、拉电线等等的，所以说后期不再让进行任何的拍摄行动了啊。那这个呢，也就是我们说，当时啊，这个地方既然是作为学校，有很多被破坏掉了。所以说现在呢，内部我们看不到东西，而是看到什么呀？什么画家的一些什么展览呢、啊？等等的很多一些画作的这个展示了啊，就是因为它的内部被腾退的。太干净，没有东西留下来了。那当然了，这个呢是我们说它的这个就是内部进行了破坏，可是它的墙体表面有得到一定的保护。所以说各位啊，在中国呢有这个近代史当中有一个特殊的时期，有留下一些特殊的痕迹在敦煌里面。来，各位跟我来这边走。什么字？这个字在台湾是看不到的。像卫生间，水泥的石灰。早打，我告诉你，要上面写的叫做毛主席万岁。指示的示嘛。对不对？啊、毛主席语录。然后。指示。哦。原来如此。对了哈。和珅出宫，毛主席指示、哎。所以说呢，这是当时其中的一小部分的痕迹有留下来。当然了，在当年那个年代，倒背如流。那你说我们背一段吧？不好意思，倒背如流，倒着背我会背，正着背不会。开玩笑啊。所以说呢，在当年有一些历史痕迹有在这边有留下来，一直保留到现在的。也就是说，这个地方呢有经过一个特殊的年代，可是因为这个一些重要的政要人士他们的这个特殊保护，所以有留下来留到现在啊。那好，各位，既然呢这个和珅梗放下狠话，皇帝有我有，皇帝没有我也有。比如说，我们经常会说一句话叫做"金屋藏娇"，都有听过吧？没听过。哎，有没有藏过？没有，没有藏过。没有。敢想不敢做啊！但是呢，现在没关系，我带你去看一看什么叫真正的金屋藏娇。哎呦，来有啊！那就得来有的。啊，我们遇到抗日英雄了。对，抗日英雄我是为首的。所以我们把你围在中间呢。对呀、啊。来，各位啊，到这儿以后呢，不是看我身后这个，要看我手指这个，看到没有？这上下二层，首先在中国古代来讲非常非常少见。为什么呀？中国古代没有高楼大厦。对，所以说那时候啊，都是什么呀？平房居多。那我想问你一下啊，在中国古代本身呢、啊，这平房啊就居多，楼房比较少。那这个呢是二层的楼，再有一点，这楼房好像比较长，长度比较大，对不对？是。但是我告诉您，您现在看到的只是这个房子的其中冰山一角。为什么这么说？整个这上楼上楼下加起来的房间大概是99间房子，可是这么多间房子在哪儿啊？这个呀看不到全部。马上啊，我要带您穿过这个门，然后穿出门洞，再回头望过来，你就知道了。这个地方叫做宝约楼，什么意思呢？宝贝都约会在此，宝约楼。哎，什么样的宝贝呀？当年和珅的家抄出来啊，我们说这些，比如说
一些这个就是有的没的一些东西啊，它都不算有价值，能够折合成白银去算，当时超出9亿两白银，相当于国库10年的总收入。所以说这么多的真金白银搜出来，从哪儿搜出来的？从宝约楼搜出来的。所以说这个地方呢，就是和珅干嘛呀？真正说去藏宝贝这样的一个地方。那可是呢，我跟大家说了，金屋藏娇。哎，金屋藏娇怎么回事呢？来，各位跟我穿出这个门洞，穿门洞的时候记得看一看它那个墙的厚度，一定要看一看那个墙的厚度。天屋还有和珅的家很大，他们还没有这个。哎，我都有十块钱小费的，我妈收的，我妈收的。对，我们收的。要听的人收个钱，要听的先缴10块钱。来来来，要听的缴钱。10块钱，要听的先缴10块钱。缴钱缴钱缴钱。阿公啊，阿伯要叫过来啊。阿伯啊，阿伯啊，哎阿伯啊，不是啦，后面最后面那个阿伯啊。阿伯啊，要不要过来？过来过来。你交过钱了哈，你打给对，我跟你讲哈，对，一百一共了，一百一共了。对，来各位哈，那现在到这边的话呢，你可以看到是什么呀？对，然后会说，哎，我这个地方藏了什么，那个地方藏了什么？哦，这儿藏玉佩，那边呢哦藏书籍，这样来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比如说这个今天要送给某一个朋友，送给他什么东西，立刻去翻去找不好找怎么办呢？分门别类。所以说百宝窗由此而来。那再有呢，墙的厚度，刚才有没有看到那墙的厚度比较的宽？为什么墙的中心全部夹的都是金砖？后来呢，就是嘉庆皇帝啊发现之后呢，把上面这部分拆掉，把金砖取出来，然后在原来的基础之上进行一个复建。所以说呢，它是嘉庆皇帝再次来建上去的，按照当年的样子一模一样。为什么呀？拆整个园子和拆一个房子哪个造价更大？拆园子、对不对、所以说呢，拆这一个房子，金砖拿出来，再重新按照原来的样子给它盖起来，那这样的话呢，皇帝收回再赐给大臣，它的成本会节约很多。所以说呢，这个上面的部分呢，你会发现啊，砖体有两个，有两种颜色，两种砖体，下面的半部分是以前留下来的，上面的都是嘉庆皇帝后来复建的，差不多7、8个比尔盖茨吧。所以说这就是我们说中国历史上最有钱的人，也是目前为止最有钱的人，就是和珅和大人。哎，我们里面有没有姓刘的？有姓刘的，有可能就是和珅的后代呀。哎呦，回家翻一翻，看看有没有传家宝。小心了你啊！来来来，对，看完以后来这边继续来看啊，肯定有。哎，各位到这边以后呢，来看这道门，它叫做西洋门，什么意思呢？北京目前只有这一道是古时候留下来的西洋式的大门建筑，仅此一处，所以说叫它为西洋门，哎，唯一的一个了。另外一个是在哪儿啊？是在我们这里圆明园，它是仿照圆明园去建的。可是圆明园怎样？火烧圆明园被毁掉了，所以说留下来的只有这一个静涵太古西洋门，什么意思？里面有着非常优美的景色，来，各位跟我穿过西洋门，我们去到里边看一看优美的景色啊！来这边，来，各位在这先拍一张，为什么拍这块石头？我告诉你为什么要拍它，它叫做鲤鱼跃龙门，你自己看一下，一条鱼，鱼眼睛，鱼嘴巴这样张起来，一跃而上。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所以说会有鲤鱼跃龙门。哎，那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独乐峰。可是在这儿看呢，像一条鱼，转过来看不一样的。拍完以后来这边哈。我吓死你！像贝壳破掉的样子，像是老虎。按照你的指引的去想象一下，像不像一个女人的一种头颅？越像外星人。看一看像不像一个正在抱一个小孩儿？所以说呀，它呢是我们想象当中一个女人正在抱一个小孩儿。和珅叫她什么呀？叫她妇女官王。因为和珅他们家呀，23个老婆，这么多的老婆生的女儿非常多。和珅家是什么呀？阴盛阳衰。整个这个和珅这一辈子啊，就一个儿子，历史上有名的丰孙英德。阿德，哎，这个德哥，哎，
终身阉德。所以说呢，你想啊，这么多的孩子里面就这么一个男孩子，以前呢中国人会讲究说无孝有三，无后为大。所谓的后指的什么？男生。哎，所以说呢，当时就觉得，哎呀，我一定要多生几个男孩子。哎，他已经男生了，还要多生几个，多生几个。对，他是个男孩嘛。男生啊，潘生啊，那个改三鬼。三分钟之内不让我看到你。来来来，我们这个看完以后啊，各位来往这边走吧。还有吗？男汉的，没有跟上的，跟上，主动一点。来，我们二十二位看看都在这儿吗？顺便我们自己也点一下人啊。放上，没有。一二，报数还在这边，他不赶快报数。数太小个，报数不够报啊！数太小了，不够报的。远远学一个。来，我们22位啊，到这边以后呢，大家可以来看一下。那我跟大家说过，说整个这个后花园里边呢，会有三绝和一宝。但是这三绝呢，现在可能看不全。可是那一宝呢，一会儿也能够看得到呢。先来看三绝当中的其中的第二绝。第一绝就是我说的那叫西洋门，绝无仅有的就那一个。第二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身后这一个亭子。它叫做刘碑亭，什么意思呢？刘碑亭，各位上来来看，来这边看啊。银杯啊，银杯，杯子啊。小心一点啊。留下了一个茶杯，叫刘碑。注意哦。这拍一下。充满了水，什么意思呢？留碑亭，顾名思义，这个地方啊会有一个杯子留过，怎样去留？为什么要留？这个杯子的起点是从这儿开始，一个木碗，实际上啊放到水面上开始顺水漂流。顺水漂流，漂流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周边就坐满了人，什么样的人呢？给和珅和大人送礼的人。和大人坐在哪儿呢？就坐在这边。哎，和大人您好。每一个角落都可以留得到啊，所以说呢，这就是我们说和珅和大人的聪明之处。在北京的刘碑亭，一个是在现在的中南海，叫做观音堂，那个地方有一个刘碑亭比较大，那另外一个就是在这儿了。哎，所以说这个地方也可以讲是和珅大人干嘛呀，公开受贿的地儿。马上赶紧给我立呀。那和珅又说了，如果说全部都是这个大家都坐在这边，比如说啊，全部的礼都要收到，那大家不说了，说哎，你这个好像很特意的啊，每一个人的礼物都要收到。他不是了，我这是一个字，从大哥你们那个角度来看，是一个象形文字的水，你可以看一下，它是一个水为财，所以说呢，他说我是也是希望能够升官发财的意思嘛，水为财的啊，所以说呢是一个水字。那如果以和珅和大人角度来看呢，他说我这是一个寿字，王羲之《兰亭序》里面会有这个字，一个长寿的寿，一笔写下来的。因为这个王羲之啊，一生写了有上百种，应该说有几百种不同写法的寿字，所以说呢，这是其中的一个写法。那这样的话，你看啊，我这边是生财，这边是长寿。那这样的话呢，哎，我是没有任何其他的意思的。所以说呢，当时和珅和大人礼物收到了，钱收到了，而且呢还落于什么呀？好名声。所以说这就是我们说的什么呀？刘碑亭他自己来特意来设计的，因为中南海的那个观音堂，它的这个设计和这个是不一样的。哎，底下完全就是一个字，他没有说特意设计到每一个地方，他没有，就是一个长寿的一个寿字。哎，所以说这就是我们说和珅的聪明之处，除了在政治建筑上他也很有造诣的啊。那这个呢是我们说的刘碑亭。那当然了，在和珅和大人家除了那道西洋门这个刘碑亭之外，还有就是我一会儿要带你们去看的下方会有一个字，看到没有？福字，福，福，福，
是一个福字。那一会儿我们去山洞里边去看的时候也是这个福字。我先把这个字给大家解释一下啊，先来看这个字的左边，这个字先来看左边，上面会有一点，对不对？把那一点盖掉，底下是一个儿子的子，你看看，哎，是个儿子的子，加上上面那一点呢，是一个人才的才，这是左边。然后呢，再来看我们这个字的右边，那这个字的右边呢，先看右边这个上半部分，上半部是一个多少的多，这个字的下半部分。对，下半部分是什么？是一个田地的田，可是这个田字，这个田字少了两笔，没有封边，对不 对？什么意思呢？因为田地代表什么呀？财富。中国古时候，对，古时候的人呢，是90%的人呢都是农业为主，所以说呢，田地就代表财富。那再有呢？财富有钱，钱就能长长久久。钱分完了。对。哎，然后呢，再有看整个这个右半部分这个字啊，是一个寿字，长寿的寿字。那再加上左右加起来，这是一个福字。所以说整个这个字呢，五重含义就是多子、多财、多田、多寿、多福气。哎，那这个就是我们说这个字的五重含义，所以说它才能够有那么深的历史价值，被放在恭王府，然后呢一直放在山洞里保留到现在的啊。那这就是我们说密云洞里的那一个福字。那还有呢，我们在进那个密云洞呢去看的时候呢，人会比较多。那各位呢，我们进去啊排个队进去呢，虽然没有办法实际去摸到那个字，但是呢你可以去看一眼，好不好？好，要不要去看一下？我们去看福气，没福气看福气，对，去看看福气，沾沾福气，隔着玻璃板也可以摸一下啊。回去就被关去了，来，我们下来这边走。不用不用不用，我帮你放一放。我来关你了，别放。宣纸破完了以后就送一张门票，送一张。后来呢，就是吃一吃东西，哇，手很脏哎，所以说后来就不再送了。最早的时候只送过一段时间，就不再送了，因为很多人不了解，也不知道它的价值所在啊。所以说呢，现在呢，就是也比较好的放到那儿，破下来的，喜欢自己去买的。哎，那当然了，那个字是真迹，因为在这儿我们没有看到，所以说一会儿到那边呢，我给大家三五分钟进去干嘛呀？你先去看一看那个字就 OK 了。哎，然后里边也会卖有一些什么小纪念品呢、啊？想买呀、啊，出去出门再买，好不好？哇，不错嘞，我们家不错，他们说叫我喷水，对，错，哎，这是后来改造的，错。来，各位啊，到这儿以后呢，你可以看到湖的中间呢会有一个亭子，这亭子干嘛用的呀？和珅和大人在上面呢搭一个戏台，然后呢演大戏，然后。对，一万只鸡啊、哦！太坏了！那皇帝的智商没有鸡啊！哎，太坏了！乱讲！哎，所以说呢，这个是国珍啊，在这边。我也上过太多只鸡了，皇帝皇帝吃鸡吃到软甲啊！来，一二三，三位大哥，你们仨去那边玩，你们仨去那边玩。不要在我们这边打扰我们，去那边玩鸡玩具好，玩具小心小心小心啊。哎，所以说呢，这个是和珅和大人呢在这边呢看戏休闲的一个地方。那刚才我跟大家说呢，可以看到那个拓品在哪儿啊，在这个房间的里面，给大家十分钟干嘛，要去里边看就看，不要去看，在这边拍照片好不好？
我们现在脚下站的这片位置，脚下站的这片位置是当时连战来北京来恭王府吃饭办宴的会场。走，在这儿。就是连战用晚宴的会场。严爷爷，还有晚宴，他会，真的是这样，我跟你讲，严爷在我的眼中真的这样，就是这样接待好几次，真的。哎，那这个就是属于正经的，因为这样的人啊，要有一个人去点，我看看当时在这晚宴。这个秋天的房子这一段啊，当然了，这一段更加的漂亮，是因为它的左手边啊，这个就是河岸的那一边啊，全部都种满了荷花。那再有呢，右手边全部都是酒吧呀，哎，包括我们说的各种各样的小店啊等等的，非常非常多，而且也非常的漂亮啊。那所以说呢，各位，我们的行走路线就是你们沿着这条路一直向前走，我会在这条街的尽头等你们，好不好？我们约一个时间，又要起脚，半个小时，好不好？底下就是这种的荷花，然后上面旁边搭好多，就那种栏杆都出来了，你看那红栏杆就搭那些桌子，还摆鲜花。过滤、灌装、贴标还有出厂，那么真正工艺呢，也比这个复杂许多。
啊，各位呢，这是2012年开始生产香槟的啊，一直延续到现在。但是呢，各位众所周知都知道，香槟这个词汇呢，就是根据法国的原产地控名制度，只有法国香槟镇地区生产的这个起泡酒才能叫香槟酒，其他地区的这种相同的酒叫起泡酒。我们生产的这种酒现在就是叫做龙辉起泡葡萄酒。地区生产的这个香槟酒的方法是一样的，就是这种传统的发酵法。何为传统发酵法？你看这张图画，就是在这个发酵过程当中呢，要加入酵母，放在这个发酵罐里面进行一年半的二次发酵，它会将葡萄基酒包装成为二氧化碳和酒精，那就是您所看到那种浓浓气泡。那这种传统的方法生产出来的起泡酒的特点呢，就是气泡时间维持的比较长，而且细腻，口感呢偏酸一点。因为呢，这个起泡酒您知道，在西方这个饮食文化里面，它主要起到一个开胃的一个作用。而那个我知道有好多那个粮食品，除了桂花城和中国红以外呢，其他呢都不再生产了。因为我们现在主要生产葡萄酒为主，以干型葡萄酒为主啊，其他类型的果酒和白酒都不再生产。龙辉这个品牌呢，是1988年正式建立的，当时呢是龙年，龙代表中国，辉是古代皇帝的印章的意思，代表高贵的品质。从88年以后，我们正式叫做北京龙辉酿有限公司。啊，各位都知道，这个种葡萄呢，选择这个土壤呢是非常重要的。啊，我不知道在那个台湾那个，我不知道是有哪个著名的那个葡萄园在哪儿。刚才我提到这个词汇，可能您觉得稍微有一点陌生，但是可能你也清楚，这个葡萄品种呢，全世界加起来一共是8000种葡萄品种。那么平常我们吃的葡萄呢叫鲜食葡萄，我们还有平常做成。因为这个葡萄一共分成4种途径，第一个是鲜食葡萄，第二个是做成饮料的，第三个是做成葡萄干的，第四种叫酿酒葡萄。这个酿酒葡萄只占了这个葡萄总数的里面只有200种，然后呢200种里面有30种是贵族葡萄，然后在我葡萄园呢有4个葡萄品种，包括赤霞珠，刚才给您介绍了3个葡萄品种酿酒葡萄酒。刚才您说了，我们有4个葡萄品种，刚才说的那个夏多内呢是白葡萄品种，其他3种呢都是红葡萄品种。像我们下边这个呢，就是用美乐葡萄来酿制的，它的特点呢就是，因为这个名称上会有一定的差异，我们这边呢会翻译成，除了我们公司翻译成的是叫美乐，其他公司会翻译成，比如说，因为这款酒的最佳温度呢是在8度左右，所以呢，您建议您持酒杯的方式要握住杯托，这是最专业和传统的持杯方式。这款酒是真酒，100%是真酒，假酒喝多长时间都不会有沉淀。我怎么不做？有的人都问我说这酒有沉淀是不是坏了？这个是有沉淀的，肯定是真酒。要是没有沉淀，那就是假酒。再好的酒庄都会声称沉淀的这个酒。这款酒呢，您要看颜色，要把酒杯呢像这样倾斜45度，以您的白色餐盘作为背景，您把前背倾斜45度，以您的白色餐盘作为背景。您看看这款酒颜色，干红葡萄酒呢有一个鉴别酒龄的窍门，就是这个酒颜色越深，则证明这酒越年轻。这酒颜色越深越年轻，那要是喝80年的拉菲，倒的杯里是这个颜色，您得考虑考虑它是不是真酒了。因为20多年的酒龄呢是不会有紫色色降的，是以黄褐色为主。如果这款酒黑紫黑骨颜色，那它就是3年之内的新酒。这是鉴别酒龄窍门。第二步呢，要不您香气，还是让刚才转动一下酒杯。我们热情的接待。对，那是我们刘南坤副秘书长。这位女士，没法给你坐边上，因为偏好的林董事长。这个中广国际公司的叫什么？国际交流部。啊，中广公司的邓海燕经理。那个是他们那个张杰。这位呢，也是一个我们在座的老朋友，这个中央台新闻电影制片厂。陆叔，戴主任，啊，咱们也受到过各位熊猫的热情接待，感谢这个今天能够来在这里。那么我要先介绍一下，就是我们这次有好几个协会来，啊，那么这次我们先从这边介绍，就是文创协会的理事长林南平。
是台湾录影协会的理事长廖正国，还有南台湾录影协会的这个会长阮庆兴，再来就是剪辑协会，台湾剪辑协会的这个中华民国剪辑协会啊，川哥会长。那就是微电影协会的哎，对，工会，工会的理事。那另外就是我们在座我们的团员都是有台北、台中、高雄、台南，一起到台北来，一起到北京来的。那么我们在各位的这个吃饭的时候，我们可以再认识一下，谢谢。协会。中华公司欢迎大家参加今天的晚会。这现在我想呢，我有个体会，就是这个吃饭以前啊，都讲到过了，他就不欢迎。那我倒还得讲一个，为什么呢？我是觉得呢，就是我们来第一个交流，就增加了他们的影响；第二呢，技术交流。你看我今天喝酒，我就喝了两次两下。我哪杯酒哪错了，对不对？对不对？所以这个喝酒都有学问的，都要学习，我们相互学习，是吧？相互都通过学习提高我们的业务水平，再增加友谊，是吧？另外呢，我再讲一下，台湾给我的影响太大了，我三次去台湾的，我现在第四次都不要去，到台湾真的也也是，我们南方。吃啊什么跟上海一样，是吧？我们就是说，我也代表台湾的同仁跟这个同胞，欢迎在座的没到过台湾的，也到台湾去看看。下面我们晚宴就开始，好吧？啊，感谢大家，欢迎大家。郑总。你假扮呐？没有钱，他假扮没带啊？下一个55号，我们亲爱的阮会长。会长，胖胖，胖胖，很帅，然后穿这个穿美女，然后戴那个，还有照片呢，对，身材呢？不可能哦，快了，下一个，哎，牙印的时间，哇，明显记起来吗？好，要拿起来，哎，好，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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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有请哦，您这边来了，我想想，我让别的酒，再拿过来干，好，三个天龙，啊，这个我们温和队这边，水是有的，再来，一、二、三。下面有请73号，我们今天所有的兄弟们都没喝过，都没喝过。这个酒好吗？啊？这个酒啊？这个酒啊？这个酒啊？酒。服务员，我等你了。好的。我们请秘书长呢，来台上聊表我们兄弟会呢微薄的心意。今天呢带来台湾的茶叶，不敢说这是多好的，但是呢，我们为了要买这个茶叶呢，我们前一天呢请了两个理事呢去试茶。那这个等级呢，是我们台湾阿里山的冠军茶的等级，阿里山的冠军茶的等级哈。那虽然呢，它的包装不是很精美，但是呢，它里面有一点小小的小味儿。这个呢，它后面呢有一个身份证号码，就是这个乌龙茶，它有一个编号。那另外一包呢是金萱茶，也有一个编号。如果呢？秘书长喝的习惯的话呢，跟小弟说一声，下次呢，小弟帮您捎过来，就讲这个编号，这就是他得到，对，他有一个编号。
啊。那弟子哎，那个小弟呢要特别强调一下，就是说这个东西拆开以后呢，你要用到黄桃橡皮搭，这一条橡皮筋就是一个专利的橡皮筋，你只要拆开以后呢，用橡皮筋把它系着，一年都不会坏掉。哎，这我是建议你每一炮呢，都以三十秒，你如果喜欢喝浓一点的，就九十秒。它有三段式的口感，第一次呢有花香、桂花香的味道，第二段呢有炼乳的味道，哎，所以呢这是特别，我们这一次呢用我们台湾的心意，阿里山的茶来犒赏哥哥们的心意啊。我们那儿有开盘街，在我们那儿，就是那个在八宝山那个开盘街，哦，开盘街，就是在前面一个，在我们那儿一个，就是我们各个协会一起来宣传心意。高粱酒是金门的吧？金门，对，金门的高粱。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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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有代表人台湾的乡亲。虽然理由不是贵重，但是心情重啊！是的，是的。我南台湾的阮会长，来来，再来一个，来来，都有带。哎，等一下，来那个给对，哎，来好，这边他请安平，靠近。这是高雄的特产。高雄，那你站坐这。叫你坐你就坐了嘛，对的，因为你太忙。对的，你说我到那边去看呢，去转去玩的时候呢，你会说啊，我到这边这个就是拍拍照片呢，走一走，然后找个凉快地方啊就休息等你们了。不好意思，天府广场没有凉快地儿，哎，没有凉快地儿，为什么呀？它没有树啊，整个这个大广场啊，只有广场的外围会有树啊，怎么着？正阳门的箭楼，这是一组建
赞助，您先不用着急去拍照，一会儿我们会有专门时间让大家自由来拍照，而且我会跟大家约好集合的时间和地点之后，因为广场这边呢，它比较单一的标志啊，比如说人民英雄纪念碑就那一个，旗杆就那一个，城楼也就这一个，所以说呢，到时候大家就比较好找了啊。来，各位，那现在呢，我们要就是往这个广场的里面来走，两面的内容不一样。这块纪念碑的前边写了几个字，毛主席来书写，人民英雄永垂不朽。背面呢是由周恩来总理来题写的什么？我们说的那些，就是对于我们这些革命先烈们歌颂的一篇什么呀？哎，悼文。所以说呢，这就是我们说的这一块纪念碑。那这个呢是在整个天安门广场的中心点会有这样的一个纪念碑，那纪念碑再往前面来看啊，会有一个挂着一面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的旗杆，那这个呢也是每天我们的国旗在这边升起和落下的地方，那这个呢是哎我们的国旗旗杆，旗杆再往前面那一个双层黄色屋顶的建筑，这是我们说的天安门的城楼，也就是北京城真正的标志是那一个啊，所以说呢，各位，我们呀，一会儿还要再往前走。紫禁城不是在这边，紫禁城要在天安门城楼的后面，会有端门，端门的后面会有午门，过了午门就进入了。天安门、地安门，然后再到午门，对，所以说它还是这个有分几道门这样进去的。朝址的方向，这边你们的右侧就是中国国家博物馆。那这个呢也是一个最新国家级的博物馆啊，那当然了，这里边呢也是有中国很多不同时期的文物啊书籍啊一些展出哈，所以说呢是在这边中国国家博物馆，国家博物馆的正对面那一个黄色屋顶的建筑，它呢就是我们说的人民大会堂，一些重要的政治性的会议都会在这边来召开的啊。那这个就是我们说现在看到整个天安门广场的一些建筑。对，有个协会是吧？哎，那我们就麻烦各个协会自己看一下，自己协会人都到了没有？因为现在人比较多。有，到了哈。哎，那五个协会都到了啊。哎，来各位啊，现在我们所在的这块地方啊，大家可以看到啊。那你们说的这个我们的国庆阅兵仪式在哪进行啊？你看到正前方没有？这一个我们的天安门城楼和天安门广场中间会有一条交通要道，我们的长安街。那国庆的阅兵仪式呢，会从长安街的东侧开始，一直向西侧进行。所以说呢，它是从这边开始要进行的啊。那这个呢，是我们说的这个阅兵仪式。那你说阅兵仪式的时候，这个广场是最大的城市人民广场，因为它在这个我们说的2019年开国大典的时候，这个地方最多人纳了100万人。那个时候没有什么花花草草这些的啊，容纳了100万人，所以称它为最大的一个城市中心广场。那这个呢，就是我们这个天安门广场。那再有呢，现在的广场呢，被分为什么呀？有陆地部分，有这个就是我们说的花坛部分这些了啊。为什么自己来分享？左右两边一共是960平方米。哎，为什么叫960平方米啊？象征着中国的疆土960万啊！所以说呢，两边会各有一大块的绿地，上面很多绿色一些柱子，那个叫做中华民族团结柱的民族团结柱，当时是各个民族的一个代表。那后来呢，就是把这些民族团结柱啊拉到哪里呀？拉到我们住的那个就是酒店还往北。哎，还往北那边呢，会有一片专门的空场来放那些民族团结柱的。那现在呢，用绿化的手段把这些团结柱啊，这几个放到这边，整个环境是非常漂亮的一点的啊。那这个呢，是我们说的这一个就这个2009年的这个民族团结柱。那再往来看一看这个，两边会有这个 LED 板。那这个 LED 板呢，也是我们2009年在天安门两侧进行现场直播的那两块 LED 板。就是2009年之后呢，就一直放到这边来的啊。那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现在您站在这个位置可以看到整个广场的一些东西。来，各位，我们还要继续往前面走。我们这个
的组织呢，它现在啊开始要进行一个粉饰，因为每年呢都要进行一个墙壁的粉刷。实际上啊，墙壁粉刷是一方面，那再有最主要的是，看到正中间有一个毛主席的画像没有？这幅画像每年的十一都要进行更换一幅的。你这样看上去这幅画像比较小，但是我告诉您，这幅画像宽四米，高六米，重1.5吨，每年进行更换的啊。所以说呢，这就是我们对于这个就是节日之前做的一些准备。那当然了，整个这个墙壁啊，还有画面呢，全部就是更新完毕之后呢，你到十一以后再来看。来，我们给郭师傅一个掌声。行啊，没那么多。